富城碗底有两撇步，一撇步煮食有手咯，一撇步来画鸡仔咯。山野村夫哈，对啊，无拘无束。啊，那要做平时好做啊，安尼最高干的干苦啊。我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，那小人之交就甜如蜜啦。我们还一边画图，可以跟我们一边讲那个。哎呀，臭屁一番嘛，对不对？难得卖弄，有这个机会，好好的逮着这个机会。有这个顺爽啊，顺爽拍出去，就买大公虾，让你聊聊啊，嘿吼。够厉害，够厉害，他超厉害，也厉害，超厉害。没有啊，哦，这样好大的生意啊。厉害没？所以你是苗的稳定，对。对。有这种情况的话，安吉啊，看不到，我到底在什么状况？好，我是一个无糖艺人哈。对，还有那个地瓜艺人，有。宝贝，你少年的时阵敢有在画图？无。啊，无你奈画甲遮好。刚照表抄课啊，哪有好？琴棋书画诗酒花，啊，婚后就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安尼尔嘛吼。